是吧？你这肩膀不是还没恢复好呢吗？哦，我还没来得及说疼。哎，妈，我想喝茶。嗯，不在这儿呢吗？你的左手可没伤啊。可我平时都用右手喝茶的。嗯，香。我还想吃荔枝。那干活细一点好不好？是。我只吃肉不吃壳。行。敢问大人，还想让我喂你不成？大人若嫌我照顾的不周，还请快快好起来。好甜。今日我进宫啊，娘娘还问你伤恢复的怎么样了。圣上也知道你是被之前办案的仇人所伤，所以呢格外体恤。啊，叶儿，你能不能趁此机会向圣上提出换个差事？你现在是拖家带口的人了，不能再过刀口舔血的日子，就算不为我，也要为婉儿着想啊。婉儿理解老夫人为大人担忧，只是大人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就是为此舍身成人，大人也是甘愿的，那婉儿便无话可说。若是婉儿为了图心中安稳，拦着大人游于宅院之间，只怕大人一辈子都会郁郁寡欢的。来，婉儿，多吃点。你也多吃点。吃什么？我。你说，你刚才说的话是认真的吗？什么话呀？陪我提心吊胆一辈子，那个是苏一婉说的。你没事吧？你这肩膀不是还没恢复好呢吗？哦，我还没来得及说疼。哎，妈！喂，我说你别生气。哎，开门放我进去。喂，开门。